现年64岁嘅朱玲玲，日前少有咁同老公罗康瑞高调现身 TVB 55周年晚宴，佢哋都系以黑色嘅礼服亮相，非常之恩爱啊！不过其实佢哋双方都曾经经历过一段失败嘅婚姻。朱玲玲喺当选港姐冠军之后就识咗商人霍震霆，之后喺1978年9月25号举行盛大嘅婚礼。据报霍家以1000万港纸礼金迎娶朱玲玲，婚后佢哋一共生咗3个仔。直到1999年起，霍震霆多次传出同广东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侯玉婷关系暧昧。去到2005年。朱玲玲同霍震霆就正式办理离婚手续。之后2007年，朱玲玲就被爆同罗氏家族商人罗康瑞拍拖，之后更加低调拉埋天窗。婚后佢哋都十分恩爱，已经携手共度14个春秋了。